八戒，还不给为师起来？哎，师傅，天还没亮就赶路啊！哎，猴哥呢？大师兄因你的鼾声太大，连夜跑回花果山睡了。无情的泼猴竟然不带为师一起。各位朋友，你还因室友扰人呼噜声熬出一对熊猫眼吗？如果想摆脱室友扰人呼噜声，请关注以下内容：防鼾第一计，赌。只准打呼噜的声音。呼噜声这么大，以后啊，只准白天睡啊。欧了。白天睡觉，晚上闹，伤不起呀、防鼾第三季，要有个睡眠宝机器人，只要鼾声超过指定音量，睡眠宝就会用它的无敌铁巴掌拍醒你。超过设定音量，睡眠宝开始工作。谁打我？谁打我？学会以上绝技，就可以美美的睡觉了。过把火还够味，天窝茶庄炭烧奶茶我们都爱笑。今晚抖动你爱笑神经的明星有：汪东城、徐璐，和你一起爱笑的还有乔旭、侯然然、德白、肥龙，还有更多的爱笑兄妹。爱笑黄六六打板。哎呀，欢迎！哎呀，三哥你好，你好。你们是只因单身在一起的第二批小分队来了吗？对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上次那个郑元畅来了之后，爆了你的很多料啊！我告诉你，很多料啊！剧组的料还有你们的料都在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长皱。说你平时在剧组特别自恋，秀自己的腹肌，好身材。没有这回事。你长得帅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要这么秀自己呢？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爱秀了。因为有在运动了，就会比较闲不下来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？让我们就像爱笑兄妹这种特别懒的运动的人，有没有那种简洁而方便的那种运动方式，然后用最短的时间能秀出一点身材的 ？OK。一半坐在沙发外面，然后把身体斜着，然后开始这样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所以我看过你在片场有做，就是没事的时候在。对，其实他在练腹肌，练腹肌之余还可以暖身，对，其实很好。露露，我保护你。Go， 滑溜溜，溜溜滑。真的蛮滑。可以扶。哎，我现在为什么看你这么凶 ？OK。好难啊！加油！来，好没气势。加油 ！Let us 笑笑笑笑的起来动。然然，你是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，今天有一个新的管理员来报道。哎 ，Hello， 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图书馆要小点声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好用。看见这个字儿，写什么？进。对呀、啊，别在门口站着了。你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吗？我干过，我挺爱干活的。是吧？那咱们先从打扫卫生开始吧，好吧？好的。好的。
摆到那个桌子上面。哎，对的对的。哎呦，椅子蛮听话的哦。然后嘞？然后呢？有拖布，看见没？拖布。对。看见看见。呀，这上次是客人洒了水，你把这收拾。啊？怎么会有这洒水？行。好的，搞定。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好好好。然后你再拿那个掸子呀，拿着呢。因为这个上面的书呢，经常不会有人看，不会有人看吗？就会落灰，落灰就得打扫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上面。所以说你干的时间长呢，我也该退休了，我就能走了，是吧？没问题，好，我把所有会员都交给你，好吧？哎呦，这怎么整的？怎么掉了？你看看。徐璐，你这时候来到图书馆还书。哎呦，露露。哎。那个大东。哎。我来还书。啊，知道啊。我来，我先教你啊！是是是，拿了那个，大东，你去帮徐璐把书捡起来。我能把书捡起来，快！哦，好的好的。呀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捡书。我来帮你啊！我来帮你啊！啊！我来帮你捡书。哎呦，我们俩不是见过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刚刚你在路上，对啊，你好像又掉东西，我帮你搬了一下。是我来照顾老客人。哦，好好。你这样，你把那个，把这几本书还书的是吧？还书。这都是地里那边的，摆到地里的。哦，好的。去摆吧。然然，然然，先用扫码器把书扫一下。啊，我得先扫一下啊，你还书的咱得登记。好的。来，拿过来吧。没有，我们一本一本来，我先放两本吧。第一 ，OK OK， 这个来露露过来 ，OK， 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最近胖了，啊，不是一直都这么，够了，你们认识吗？因为刚刚路上有碰到，搬了一下东西，对，哎，第一 okay. 还有这三本，行，第一。一共是十本，好，没问题。徐璐，你先找一把椅子，先坐好，坐吧，去，坐吧，去坐，坐那看书，对。好的。大东，哎，是，去图书架上的左侧最上方拿一本书，推荐给露露看。有一本很好的书，新书，我推荐给你看。好啊。你刚来第一天，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书啊？因为他一看就是新的啊，这边都是旧的。喂，我想看下面那本。啊，你说想看什么，我都帮你拿到。喂，好的。买一送二。好的。徐璐，把你的电脑拿出来，开始准备写论文。我要写论文了。你要写什么论文呢？最近生态平衡的问题。生态平衡啊，我听个蔬菜平衡。哦，我想说生态平衡跟我们现在息息相关。对呀，啊，要保护环境。也缺点缺少点。露露，你真的是很有品味，居然在这种杯子。对呀，啊，时尚吧。时尚。我走在时尚最尖端。太尖了，太尖了。然然，你为徐璐准备了一些零食，你现在要送给她吃。露露啊，哎，不是说前两天来想吃好吃的吗？哥哥就给你买了两袋这个啊。哇，一个薯片，人真好。一个小蚕豆啊，你就可以边吃边看书了。徐璐，你现在不想吃，你想喝水。哦，我现在不想吃这个。为什么呀？太干了，哦，口渴。那倒点水，大东啊，给倒点水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好好好，突然见你我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。大东先把水桶放到饮水机上，来来来，哇，你别动手，让大东给你倒。新来的，来来来，我来。
这小伙子干活也不行啊。行，我一定行的。来，没事。你要是能扔上去，扔那么准，真的，我把图书馆交给你。哎呀，没没没没没！你怎么今天干活总出怪声呢？静静啊！你是没用过饮水机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帮忙！哎呀，啊，急死我了！哎，对吧？来，给这个露露接上她水，倒到这个有波形的茶杯里面。很烫啊！你也没开热水呀、啊。很烫、啊。这时候图书馆来了一个新的读书者。哎，你好，师傅在哪儿刷卡、啊？在来在这儿。哎，好。第一，哎。来借书是吧？哎，是的。随便随便啊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这边应有尽有。应有尽有啊？是吗？我想找一下蘑菇的一百种采访。蘑菇的一百种采访。啊，没有是吗？好像没。哎。我们有蘑菇一百种采访吗？哎，我推荐你一本书吧，哎，就是《小母猪的产后护理》啊、哦。好，这本你可以拿回家看，特别好看。我还是在这儿看吧，在这儿看、啊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您旁边有人吗？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啊，没人，你去吧，我上这儿。啊？哎，您坐哪儿？啊，就这儿就行了。啊？哎。啊。哎，看书吧，大东、哎、干活。啊，好，行。哎，不是，您别。徐璐，你觉得这名读者有些怪，你向管理员求救。哎，这位先生，哎，怎么回事、哎？看书就看书。先生，先生，哎，看书归看书啊，不能调皮的。不行，这样子。我没有啊，师傅，实在是你们这个图书馆有问题啊。怎么是我们图书馆有问题？好好的，有什么问题呢 ？Michael 这个神都这样看书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刚哎，还不承认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经常会这样，我是行，腿部有问题。你们图书馆实在太奇怪了，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走吧。啊，我走，不看就走了。走，嗯、这儿挺好的，干嘛走嘞？露露，你看你的，没事、啊。来来，不要管他。哎，等等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报警器响了，查一下你的包可以吗？是说我偷东西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配合一下行吗？好，我配合你。好好好，我把包就拿给你看，如果没有的话。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。行行行行行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这个包啊，过安检的时候响了。啊？咱们得看一下。哼，这位客官，难道你有偷东西吗？啊？对不起，叔，你把小母猪的产后护理也给偷了，这是我们镇店之宝。不是这样的，师傅，你听我说。什么不是？实在是。你别走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故意的吗？我原来是采蘑菇，习惯性就往后边放东西。是两分。徐璐，你发现你的手机不见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手机呢？手机？对啊。手机呢？手机。大东，把他包拿过来。你要上哪儿去？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啊！我帮他找手机，师傅。有没有？哎。我手机，我的图是你的吗？是你怎么这样啊？采蘑菇也都这样采的吗？手机跟蘑菇差那么多。他屏保是个蘑菇，我以为就是。那你不能见蘑菇就采啊！然然，你把薇薇送到保安室。没关系啊，我去把他送到保安室。好啊。哎呦，走啊，走，咱得有个说法啊。哎，小心啊，大东。哎，其实你喜欢徐璐已经很久了，你要在这里表白。啊。既然他们都走了。其实我有一本书想要介绍给你。什么书啊？这本书呢，就叫做《只因单身在一起》。请问你单身吗？那我们就不如因为两个都单身而在一起抱一下吧。不容易啊，这个。
抓小偷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的话，黄六六。而且还遇到一个采蘑菇高手。采蘑菇高手更是艰难的。那你们下次来有没有推荐的朋友过来？那我们就推荐一个戏里面没来过了，能玩的，韩晨宇、戴向宇。张馨予，雨字辈的三个雨。张馨予，我推荐陈子涵。之前有来过。真的，那就再来一次。那如果他们三个来的话，你两个还愿意再来一次组个团一起吗？你留在台下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东城。待会有一些情境剧的单元呢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。文质彬彬的信守承诺秀才，那我来问问大家，这是什么？猜不到吧？很难吧？想知道吗？就看我待会的表现。台词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古色古香这样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真受不了。台词忘记了，不过我会尽力把它咬文嚼字说出来的。咬文嚼字，嚼字之类的。对啊。这一段我还没看。对，剧本，对，剧本再看一下。没关系，我还看一下。要伯母。好，加油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？哎，他踩烂了我的西瓜，我追他有毛病吗？再说了啊，江湖人士，你给我少管闲事啊！真是，我动手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动手我就假装摔倒，你俩得赔老钱了啊！你这样啊，这样，姑娘不要担心。嗯。我出一道题，如果你们能答上来，那这位姑娘你们随意；如果答不上来，就放她走，怎么样？好，就我这智商，你给我猜题，出题吧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手指。对，不对，两次机会，用过一次了。想一想。一，哎，错了，我指的是空气。甘拜下风。走。这帮人，姑娘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壮士搭救。好，没事，路上小心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姑娘，我忘不掉你怎么办？壮士，我也是一见倾心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！小女自幼有娃娃亲在身，不能跟壮士在一起啊！父母的安排怎么能决定子女呢？这样吧，我去跟你妈妈说一下。啊，可以吗？试试呗，不试怎么知道呢？走。抓住！跑了我的机关还跑？这门还有机关，真是太悬了！救命啊！哎，娘子啊，不是这位女侠，小球都下一场了。这位女侠能否救救我呢？好啊，那就拜托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是江湖人士，少管闲事。少管闲事。啊，我一身的武艺，我今天就杀了你们两个扬名立万。哎呦我天哪！你把姿势练好再来吧，行不行？你姿势不对吗？小心不要砍到我！小心不要砍到我！给我们两个伤了，我俩要讹你，你受得了？摔倒就讹你。那我什么是讹你啊？就是敲诈我。哎呀，太恐怖了，不行啊！你还是要救我，因为你是女侠嘛。这么太麻烦了。我出一道智力测验题儿，哎，如果你答对了，你随意；如果我们答对了，他得跟我们走。哎，什么随意啊？出题。听好了啊，这是空气，甘拜下风。走。哎，他刚刚指的是什么？空气。哦，是。谢谢女侠啊，救命之恩啊，他日必将涌泉以报啊。公子公子，何不你今日就报？啊，等等，我刚刚我有一事相求。我刚刚说他日就是他日嘛，好吧？今日嘛，就今日。那怎么报呢？好好是要娶我吗？还是啊，娶你？娶我吗？万万使不得，这个因为你知道吗？话是这么说的，我可是有娃娃亲在身呐、啊。那不重要。娃娃亲就是从小父母指腹为婚呐、啊，你懂吗？所以我就已经答应别人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答应这桩事情，所以告辞了。那不行。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，告辞了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你一定要娶我。不行，告辞。娶我吗？告辞。妈，
是指丈母娘大人。今儿个我提的聘礼呢，来跟大小姐提亲的。我就等这一天了。是吗？我也等这一天了。我等你等了30年啊。有这么久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今年才3岁，不，我今年才是23岁而已。这30年过得真快呀！啊，对，没想到你现在一表人才啊！谢谢。当时我与你的母亲定下，如果我们双双生下女儿，就结为姐妹；嗯，如果生下男孩，就结为兄弟；是，如果一男一女，就结为夫妻。对，我早已知道这个消息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叫珍儿出来。嗯，等着。珍儿，母亲，快来啊！快见问，见过大小姐。见过。嗯，这就是你的未婚夫。啊？母亲，恕女儿不能同意这桩婚事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母亲是这样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，母亲？等等，母亲，伯母好。这位壮士曾经救过小女的性命，我与他已经一见钟情，私定终身了。这么伟大？哈？对呀，挺感人的。不是，珍儿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选的。这个伯母，他能放弃这样的娃娃亲，选择我，那说明应该是真爱。对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不，真的是真爱。啊，不行！但是我今天已经带着聘礼来了，母亲大人，我一定要娶大小姐走。珍儿，我已经给你定了娃娃亲，这不行啊！母亲，你也不想让女儿不幸福吧？哎呀，这样吧，我还有一位女儿，跟珍儿是双胞胎。但是我们小时候就定了娃娃亲，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呢、啊。不如你见见吧，好吗？好吧，那就见见。敏儿，母亲，公子，你来娶我了。为什么遇见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这太好了。等等，不行，我还是要娶大小姐回去的，因为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。哎呀，世侄，嗯，当年我虽然与你母亲定了娃娃亲，但也没有说是嫁给你大女儿还是二女儿。如今你现在二女儿那么喜欢你，你娶她也是一样的呀。而且还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对啊、长得很像啊。你看他们长得多像啊！我都分不出来耶。那你就娶她吧。娶我呀？娶你。不如你就娶她吧。但母命难违啊！对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。我聘礼都带来了。那不可能，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父母的决定怎么能影响孩子呢？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！刚才我有缘人，有缘人，女侠救我！有缘人，你躲什么躲啊？有缘人。哎呀，这样啊，刚才我跟我的兄弟在外面经过呀，听说你们在为儿女私情而烦恼，啊，这么的吧。既然咱们作为有缘人，我就出一道智力测验题儿。哎，你们要是答对了呢，你们各自随意；如果你们答错了，家长随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3次机会哦。好。我要为我的智商讨个说法。这是什么？手指。错。空气。也错。一。都错。啊，太难了，是什么？难到了吧？想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断了爪的螃蟹。螃蟹。30年前，曾经有一个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，这是什么？然然。蕊蕊。小小螃蟹爪8个。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，冉冉，要不是30年前你父亲给你定了娃娃亲，要不然咱俩现在就……是啊，珍儿，你现在有自己的爱情，母亲支持你，去吧。谢伯母，谢母亲成全。走了。对，那我突然觉得追寻梦想才是最重要的，儿女私情必须抛一边的。告辞了，母亲大人。走了、哎哎、母亲，那就追梦了，那我要去追他，快去、哎哎、娶我呀，娶我呀。大哥，其实我看上他家二小姐了啊，所以我要去追他。你不是这样的人吧？我等不及了。哎呀呀呀，这孩子，哎，冉冉，你看现在的孩子多好啊，他们敢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，我真羡慕他们。我们也应该勇敢。小螃蟹爪8个，两头尖尖这么大个，然然，就此别过吧。蕊蕊，你现在是自己还是？我老公挺好的。你大哥大啊！再见再见再见。老公。笑笑笑了起来，东倒笑笑笑，你不能不看我难道？
爱笑金足，我来喽。Hello， 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二位有没有什么期待啊？期待您不要出太难的题目。对，不会的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好人。平时害怕什么吗？害怕什么？不，你说说了就会拿那个整我们吧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讲一些自己不害怕，然后讲说我们害怕什么。我都听到了，都听到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。这是对特权卡，特权卡太好了。这个卡不是那么容易拿到，我们还要玩一个游戏，踢足球。这里有三个球，你们要在一分钟之内踢进这里面啊，要在这个位置，一分钟之内20个。啊！大东平时踢足球吗？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曾经有黄金右脚之称。真的假的？曾经的啊，那肯定是还是有功底的，一点点的、啊。那太好了，哥就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进来，好漂亮。第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好忙啊！20秒了，七个，快快快快，八个，时间快到了。九个。黄金右脚横着春天下午的自由来去，怎么踏进这禁区，马上败在你手里。防盗吗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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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0秒了，11个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点，13个，好，19个，快，19个，还差一个，还有10秒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太棒了，属于我们太有默契，这就是整我的游戏好吗？累飞了，我正在踢球。好，那就送给你们特权卡。加油，特权卡。为什么感到紧张呢？对，有你在，他下手狠一点呢，好狠啊！你们是不是我的亲啊亲？好了，来了，带了吗？梁山伯。先生，你马上就要去参加科考了，复习的怎么样？来，为师考考你。好。书童，把我的笔拿过来。书童，把我的笔拿过来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做呀？哎呀，这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怎么做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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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，重来。哎呀，我不会呀！哎呦，我真不会啊！哎呦，我真不会啊！这块有答案，有答案。梁山伯，会就是会，不会就不会，不要打小抄。我要把它全部藏起来。我要把它全部藏起来。
行了，别扫了。梁山伯，你以为你打小抄为师看不见吗？在嘴里我看见了，伸出来，拿过来。一个小抄，打手一下。你别着急。别着急。这边的梁山伯，你有几个小抄？拿出来。一个小抄打一下，数一下有多少个，连台下都算，扫一下我看见了啊，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几个？一个。行了，我给你凑个整数，就按五十个算，这点是我出的。哎哎啊，你每天读书啊，身体羸弱，让你平时锻炼身体。那个蹴鞠练得怎么样了？我练得很好呀，先生。练得很好啊，先生。给为师踢个看看。好，我去拿蹴鞠。先生，你看。先生，你看，还行啊。好吧，给师傅设个门看看。设个门。你们这边先来。书童。对，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。先生看好了。耶，我踢进了。先生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球踢到门嘞。先找门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我以前有个外号叫黄金右脚。我是体育保送入学的低保生，应开的黄金右脚。但是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这故事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。观众朋友们帮帮忙。嘿，原来这叫回力球。
师傅，可以了，先生。记住，平时要多加锻炼身体。是，是先生。行了，先生，再复习一下吧。哦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梁兄，梁兄，英台，英台，梁兄。你用这个传声筒，每天早上就可以叫所有的同学起床了。你用这个传声筒，每天早上就可以叫所有学生起床啦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是吗？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嗯，起床喽！起床喽！哎，传声筒会动。起床喽！床喽！梁兄，你再离得近一点。先生。台风啊！梁兄，你再离得近一点，声音再拉长一点。哦，好。梁兄，你可以离得远一点。哦，好。声音近大点声，近一点。起床了，起。我觉得我的声音不是很洪亮，我觉得我声音不是很洪亮，要不你叫一次试试吧，要不你叫一次试试吧，来，好吧，好吧，起床啦，起床啦。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声音大，要不你把嘴把它包上吧。梁兄，你给我做个示范。梁兄，你给我做个示范。好，我来包。好，我来包。给。我来包。好好，我来包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我开玩笑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再复习一遍功课吧。好。好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先生再见。谢谢先生，拜拜。先生再见。先生再见。先生再见。那我们休息吧。那我们休息吧。好啊，好啊。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怪癖。我睡觉的时候不希望别人碰到我。这儿有一碗水，啊！放到咱俩中间，这是一盆水吗？你要是碰洒了，我就打你三拳。哦，我可以被打吗？被打就好。我先睡了。水放中，我先睡了。睡觉哪有不动的呀？我肯定会碰洒呀。要不然我都给他喝完吧。啦啦。要不然我给他喝完吧。网络竞价二斤白水哥。
给你卖颜色。要不算了吧。哦，好像喝完了，水喝完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我要尿尿。会不会喝水喝到吐了？哦，好撑啊！我要睡觉。你是不是碰了这个碗？你是不是碰了这个碗？我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水怎么没了？那水怎么没有了？你碰了这个碗，我就要让书童打你。书童，不不，你碰了这个碗，我就要书童打你。书童，打他三拳。好的。一、二、三。对对对，我得要吐水怎么办？来吧，三拳。好你个大胆猪头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你个大胆猪头！好你个大胆猪头！竟然敢打我！竟然敢打我！你等着，你等着。我也要给你一拳。我也要给你一拳。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我打你。我打你，我打你，我打你。书童，再给他三拳！啊！你竟敢打我的书童，再给他三拳！来呀、啊！好的，来呀、啊！好的，嘿，嘿，嘿！能不能不打你？我，喂喂喂，好。我还不信了，我才不信呢！你讨厌，我打死你！讨厌，打死你！啊！坏蛋，坏蛋！别闹了，书童，快下去吧。别闹了，书童，快下去吧。好的，把这个也带走，把这也带走。好了，你睡床吧。好啦，你睡床吧。我睡地上。我睡地上。我睡床喽！哎，我睡床喽！好舒服哟！好舒服哟！哦哦哦哦好舒服哟。
好幸福呀，好不幸福呀，太舒服了。我这样睡得一定很香，我这样睡一定很香。挺好的哟，英台，英台，我们一起睡吧，我们一起睡吧。一起睡可以，但是你还是不能碰我。一起睡可以，但是你还是不可以碰我。我很奇怪，你是个男生，为什么不让人碰啊？我很奇怪，你是个男生，为什么不让人碰啊？其实我是女儿身，其实我是女儿身。啊啊！那你为我画眉吧。好啊。那你为我画眉吧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好啊，你坐着。我为你画眉。我为画眉。行了，别扫了。我为画眉。哎，眉，哎，哎哎哎。别闹了，山伯，你别闹了，你再为我梳次头吧，你再为我梳次头吧。哇哦！等我啊！你等我啊！我去拿梳子。我去拿梳子哦。哇！我为你梳头，我为你梳头。Oh no！ 要不你拿这梳子玩吧自己。要不你拿这梳子玩吧自己。你可以把它扛在肩上。你可以把它扛在肩上。我可以把它挂在头发上。你可以把它挂在头发上。我可以把它挂在头发上。我也可以把它放在肩上。我也可以把它放在肩上。我也可以把它放在肩上。走两步。走两步，走两步。好了，给我吧。好吧，给我吧。你曾经为我写了首歌，你忘了吗？你曾经为我写了首歌，你忘了吗？嗯，我没忘啊，我没忘啊。那我们再跳一曲吧。那我们再跳一曲吧。好。好，嗯，那咱们就练。哎，哎，那咱们就你们两个大小伙子在这干嘛呢？英台怎么把头发披下来了？先生，我们练舞呢。先生，我们练舞呢。练舞？练的什么舞啊？给师傅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好啊，好。那你们先来。好。
先生您看，先生您看。看傻了我，这蛮难的。来，先生您看，先生您看，一二三。先生您再看啊，还有不要再拖了先生您再看。穿越了，来吧。甩到哪里去？甩到后面，甩到后面，转圈。
来我来帮你。谢了。哎，转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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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人转圈，来。Oh my Lady Gaga。您二位觉得？哦，太刺激了，是不是很爽？哪个点是二位就想不到的？其实前面那个腿转过来我还可以，但后面那个完全崩溃。后面那个不行。完全不行，你们俩好厉害啊！后面那个真的是蛮难。太难了。啊，拳头那个，哇塞，这个尺寸也差太多了，完全脑袋一片空白的，哇，待会要怎么被 K 这样子？那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让你报仇，给我三拳。那个伙计，大拳头过来！没有没有，好玩好玩。怎么样？这次年终奖拿的不少吧？那可不，这足足100两呢。姐都羡慕死我们了。就是啊，去年跟着皇后娘娘就拿了2箱包子回家，寒酸抠的。这钱我得好好存着，回头当嫁妆。你嫁得出去吗？你管呀。哎，辛苦转大了啊。你们呢这几年呢也是忠心耿耿跟着我，没少被皇后骂，拿这点钱呢都是应该的。哎呦，这讨厌，叫什么呢？瞎叫！真我听不到。哎呦，谁被骂了呀？皇后娘娘吉祥。哎呀，求求你们，肯定是嫁不出去，下去吧。那个皇后娘娘，经理给您捂热乎了，您可以坐了。等等，别以为我看不见。嗯，怎么着？刚才给 Peter 踩背呢？没有，他不是大象吗？用简单的泰式按摩，行吧？行吧，我的小暖宝。哎呀，今天来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，容嬷嬷。什么东西？别看你天天欺负我，就我想着你。啊，皇上废除您的手谕吗？来，我喂你吃大金象吧，容嬷嬷。哎呀，开个玩笑，来，张嘴，张嘴，张嘴。哎呀，这不是老姐姐调侃一下吗？这整那些没用的，给你看看。这什么呀？藏宝图，一个商人卖给我的，他说藏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，我就想咱们去把那个宝物都找来，给他充盈国库，皇上是不是就还能惦记我？哎呀，皇上惦记您肯定没戏了，这怎么就一点儿啊？就是一小块啊？哎呀，人家说了要收集5张图，还差5张呢，啊，收集5张图之后拼成一个大图，就是那个藏宝图。挣钱哪有那么容易的？你想的美。哎呀，可得了吧，这玩意儿肯定是骗人的，您被蒙了。怎么可能被蒙呢？我一国母后谁敢蒙我？哎呦，一国母后，您看看现在骗术多了。骗术多了，我看看。这不靠谱。干嘛呢？上课时间玩手机。交出来。你哼，这么容易就偷到3个手机啊，真是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这个学校老师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这儿的校长。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这个学校新来的老师。怎么了？新来的老师啊，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教什么？是出武状元。我会打拳，打一个我看。嘿，完了，完了。
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小子，我已经盯你很久了，你就是那个到处诈骗那个小子，是不是？说的没错，老师，他刚才没收了我们三个手机，我宣着都知道了。抓走，抓走，抓走吧！哎呀，我手机呢？哪个小偷，哪个混蛋给我偷了？一定不得好死！先生，你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吗？我手机丢了，打给我手机打个电话。好，啊、好吧。我也恨贼，是找着抓贼。哎，谢，抓小偷。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被发现了！哎呀，哎，我跑啊，快跑！抓着他！哎呀，抓着他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这个鱼线。哦，能弄那啥，我走了。哎，忘还我了是不是？忘给我了是吧？我走是吧？拿我手机想跑是吧？哎呦，这骗子真太气人了！哎呀，这为了金钱什么事儿都能做出来，这明明是利用了老百姓的这种同情心还有信任。我告诉你，皇后娘娘，这当局者迷，没办法。哎，也没事啊，反正我又不会被骗，毕竟我又不是普通老百姓。我的妈，你不会被妈妈还爸呢，爸爷爷奶奶，你还在想吗？启禀皇后娘娘，我们有重大发现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皇后娘娘，我们今年的年终奖买了藏宝图，这样我们坤宁宫啊，就是皇宫里最有钱的了。嗯，我的妈呀！我刚说完他，你们怎么跟我在一块就没学着一点呢？跟他一样天真，买这玩意儿，我的妈呀！你别跟他妈爸，你把鲍勃吃了吧，来，你可拉倒，我皮特还没消化完呢，还吃鲍勃？你搁哪？皇后娘娘，刚刚卖我们图的人还说了，他要再找五个有缘人，这样我们就能拼成一幅完整的图，就可以找到宝藏了。你看，加上我这个，不就还差两个人了吗？对呀，怎么算个数？我的天哪，现在真是骗术，这怎么骗人都行。要想当年的骗术，你得有高深的技巧才能骗到钱的。你看你又明白了，你这什么你都懂，你懂得可不是吗？那想当年的骗术非常高超的，你知道那和我荣氏生存法则那在江湖上那都数一数二的排行。天哪，你到底是谁？我都不认识你了。不认识我了？好，天下英雄出我辈，一入深宫岁月催，宏图霸业谈笑间，不胜人生一场醉。皇后娘娘，想当年江湖上那些血雨腥风，老奴早就看腻了，如今我什么都不想说了，我只是在您身边伺候您左右的小嬷嬷而已。所以说你还是继续伺候我吧。那这样吧，小嬷嬷，你给我想一个制服骗子的方法。您接着看。哎呦喂！哎呀，傻子，你踩到他脚了。没踩脚。踩了？没有。都踩瘪了。看天，没踩脚。我好心送他去医院，这样你给我500两就好。500没有零的，只有一锭金子，这我也没踩脚。那就一锭金子吧。金子。我没零子给，我没踩脚。识相啊，识相啊！哎，你打人了，人都被你打傻了，傻到不能再傻了。这傻，我好心好意带他去医院，给我500两啊！我只有一锭金子，那就一锭金子呀，给你吧。快走吧！像你们这种骗子，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！如若发现你们再行骗的话，一定把你们送到衙门。好了，行好，走吧。金呢？哎，金，完事儿了。金，走啊！谁？哎，公子啊！你就饶了我们吧，我们这是第一次行骗呢。第一次啊，我们这个从小家境贫寒，都是，而且我弟弟现在还患了重病。啊，弟弟哟，哎呦，好吧，看你们这么可怜，也就不为难你们了。华哥，他们都是骗子。多嘴。哎呦，我这有点粮食，先拿去充饥。
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对了，我这还有一锭金子，这样，别呀，多嘴，拿着置办点家业，做点小买卖啊。哎，多嘴，这个送给你们，别人看到他就会像看到我一样，其实我是吴阿哥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你们了。五阿哥，这些都还给你，你的这份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感化了我呀，啊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行骗了。好，被我感化了最好，做个好人呢。哎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嗯，谢谢五阿哥。再见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哼，容嬷嬷，你这个方法我不认同。有什么认同不认同，你把事儿解决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啊，骗子用歪门邪道骗我们，我们也不能用歪门邪道对付他们，得按规矩来办事。对，你说的对啊。我告诉你，骗子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就是因为百姓的防范意识不高。我们就应该增加一些提高百姓防范意识的课程，是吧？另外，百姓在遇到骗子的时候一定多想一想，想一想之后再做决定，不行呢就给衙门打电话，衙门不是有咨询电话吗？以后我们要加强治安管理，给老百姓一个安稳的环境。对，黄娘。哎，黄娘，别理别理别理。黄娘，哎，藏宝图找着了，但是我听他们说好像还有好多别的得一起拼才能看出来。你看看，这不就在这儿呢吗？哎呦，黄娘，我拼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赶紧拼拼。怎么这地方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啊，是啊。嗯，少一个。哟，想不到啊，我容嬷嬷纵横江湖数十载，挖宝挖到了御花园。御花园。三山撑四水，四水绕三山。三山四水春常在，四水三山四时春。你让我起源，你让我流连，花掉了所有钱，换来心碎。你把我欺骗，情况很严重，必须人工呼吸。还有那么严重啊？我先做点准备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。不会落水了吧？我，人工呼吸吧。放过我吧，我都已经醒了。停住，你一定会好的，坚持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停住啊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，一定要挺住，坚持住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，相信自己。
要演一个韩剧里面的女友。啊，这韩剧呢，就是我的一个男朋友得了一个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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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的病。那我呢要面临的一个抉择，到底是要分还是好呢？这个你就要看待会儿的东西了啊。Let us 笑笑笑，笑得起来动刀，笑笑笑。请进。哎呦，曹先生，孙大夫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前几天来过那个曹然然。哦，我就想问我这个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不是说今天出结果吗？啊，是是是，是这样啊，曹先生。经过我们专家组的一致决定呢，啊，恐怕你未来就跳不了舞蹈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从小就喜欢舞蹈，现在确诊了，告诉我说我跳不了舞蹈了，那我的命不是完了吗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曹先生，嗯，那个舞蹈虽然跳不了，但咱们行走应该是没问题啊。人生应该充满希望，好不好？我可是个艺术家，我跳不了舞就完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找个地方再重新站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跟我找个地方。谢谢你，大夫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进来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我去医院复查了。大夫咋说呀？大夫说，我再也跳不了舞了。哎呀，个大小伙子哭哭哭，那跳不了舞干别的不行吗？那么多事儿非得跳舞。我是个跳舞的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干什么不行啊？烫黄水不行，木匠你再不进你出苦力啊，怎么着都行。不是妈，我只想跳舞。再说当时你不让我跳，要不然你就跟妈学。学啥呀？切墩儿。看见没，这也是英雄。不对，这完全不对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妈妈是支持我跳舞的呀，现在怎么让我来切墩儿、烫防水去当力工呢？不可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谁呀？哎，威龙哥，德百，嘿，男人，啊，那个人呢？你的小心哥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，我去复查了，大夫说我再也跳不了舞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再也跳不了舞了吗？对呀。啊。那是不是说我可以跳男一号了？那我可以跳男二了。别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咱俩积水的不要这么明显。男人。别担心，老师刚排了八仙过海，你也可以跳啊。我可以跳谁呢？铁拐李。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大学4年的同学居然让我跳铁拐李。我是跳王子的，居然跳铁拐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好吧，我跳不了舞，我就在家里听音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听众点播。曹然然是本市一位优秀的舞蹈家，因为腿伤他告别了舞蹈，他的好朋友德柏和刘威龙为他点播了一首歌，并留言道，这是你的成名曲，在孤独中老去吧，哈哈。这是我跳舞的成名曲啊。什么意思？说我跳不了舞了。我能跳，我跳给你们看。
我已经有你面发的奶油。要不谁有难道我真的跳不了舞了吗？我听到我的成名曲，我竟然一点欲望都没有，我不能跳舞了，我的腿也不行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儿子，爸，我听你妈说了，说你再也跳不了舞了。是啊，儿子，不要怕，一个男人在哪儿跌倒就必须在哪儿爬起来，而且爸告诉你，艺术是共通的，有很多艺术跟舞蹈是非常相似的，你可以选择一样其他的嘛。可是我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，您说跟舞蹈很像那个是相声。爸你别闹了，舞蹈跟相声是两回事儿。你跳舞用什么跳？用腿呀。你相声怎么说？站着说呀。你看是不是共通的？还真是。儿子，你从小的时候爸爸其实就看出来你有说相声的天分呢。啊，你和我妈不让我跳舞吗？不说一句让爹听听。不是爸我不会说一句。我一个人也说不了啊。好，爸陪你说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小年儿啊、哎、我跟我的老父亲为大家说一段小相声。哎、啊、我当你爸爸你开心吗？开心爸爸。咱们这个相声呢讲究的是四门功课、哎、都知道啊，说学逗唱。那什么叫说呢？说人话啊。学呢？学口叫。逗呢？逗你玩啊。那唱呢？唱两句。我当你爸你开心不开心、哎、我开心爸爸。儿子说的多好啊。这样，为什么发展成这样了？你不是应该跟我妈一样支持我学舞蹈吗？为什么又说我小时候适合说相声？没人告诉过我呀，总让我学相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哈哈哈哈！又是露露，露露，露露，你终于来了，露露。哎，我听你妈说。你再也跳不了舞了。对呀、啊、我跳不了舞了。你妈让你切墩儿。对。你爸让你说相声。对呀、啊、你的那两个朋友还特别损，给你点歌让你跳舞。是啊，所以说现在我什么都没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然然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跳不了舞了，你就赚不了钱，你赚不了钱，你就养不了我。你养不了我，你怎么养孩子？行了，露露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我也明白什么意思了，你走吧。不，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我可以养你啊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这么受伤居然一点都不安慰我，还说养。哎，等会儿。露露你说什么？你看得起我？我说我可以养你啊。然然，这个世界上梦想固然重要，可是虽然你实现不了了，但是还有比梦想更重要的事情。可什么比梦想更重要呢？陪我呀。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怎么了？撞了。撞了。别碰，别碰，不能碰。那你这严重啊，你得冰敷啊。嗯呐。
没事，我给你想办法，等着我啊！谢谢你啊！多敷一会儿啊，这是鼻子好得快，你知道吧？嗯，谢谢你。他撞了就得冰敷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把这个吃了，化了。嗯，哦，来，这样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嗯嗯。你让我坐你爸，你这爸又受伤，这老出来你就进去是吧？啊，那你等着啊，你这得包扎啊，我进去一趟。哦，快点。哦哦，怎么样？啊，崴脚了就得这么绑，这么绑了你就不会再崴脚了。啊，走，回家吧，走。啊，走啊。健康美丽喝洒哟，天窝蜂蜜柚子茶，提醒您下期看点。我等你半天了。刘邦赶赴鸿门宴，应啸天挑战力气活。把我的巨剑拿上来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神雕丐帮家族喜气洋洋过大年，毛晓彤携郑国林回娘家，笑料百出。世界太大了，百家族长穿的太亮太花了，还过年了吗？精彩不断，爆笑不停，就在每周四晚，我们都爱笑。感谢健康美丽喝洒哟，天窝蜂蜜柚子茶对我们都爱笑的大力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东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璐。爱笑是一种心情好的表现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漂亮，可以让人家天天都有开心的感觉。爱笑是一种运气，所以大家每天都要开怀大笑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羊年行大运。Let us 笑笑笑笑。